浪哥、辉哥别眨眼，瞧着这20多万的潮流度，瞧着这数不清的各种绝版至臻皮肤。哎，如果我说只需要花4000蛋币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全皮账号，你们会不会心动呢？真的假的？骗人的吧？哎，你俩别激动，听我说，事情其实是这样的。今天一大早，我的土豪粉丝突然找到我。哇咔哇咔，快起床，我有个好消息。哎呀，啥好消息呀？天上掉蛋币了吗？就在刚刚，吾皇猫的盲盒返场了。那又咋了？这俩皮肤我本来就有呀。去你丫的！哎，你干嘛？羡慕我也不用见我吧。实不相瞒，作为一名拥有许多皮肤的土豪，这款皮肤是我唯一错过的盲盒。但是很可惜，我这个月的零用钱已经花光了。你等会儿，你不会是来找我借钱的吧？等我穷的叮当响，都比脸还干净，好吧？不不不，我决定给你一个挑战任务，只要你帮我充4000蛋币，然后用这些蛋币把吾皇猫两个皮肤抽出来，成功的话，我就把我的账号送给你。哎，这那如果我没全抽出来呢？没抽出来就算挑战失败，账号还给我，蛋币我也不会给你。好家伙，花4000蛋币就有机会获得全皮账号。哎，兄弟们，以小博大，你们说我能挑战成功吗？觉得我能挑战成功的扣一，觉得不能成功的扣二。哎，我敢说屏幕前就没有敢扣二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好了，现在我已经登上土豪粉丝的账号了，接下来让我去翻翻小紫藏私房钱的地方。蛋币到账4000元。哎呀，居然还真有啊。哎，走走，赶紧抽奖去喽。4000蛋币兑换成400许愿币。兄弟们，开抽之前麻烦先帮我长按点赞，大家点赞越多，我的欧气就越多，等我拿到土豪账号，粉丝们全都免费玩。这太好了，第一发能不能直接让我抽到大奖？做梦呢你们。啊，行，这么多破烂给了我个最破的是吧？你再发。行了，刚一，第一发都这么飞了，第二发给我来个大奖行不行？第二发不行，那就第三发该出了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别笑。行啊，刚一，没完了是吧？第四发你不给我出大奖，我直接注销这个土豪的账号啊。真的，你有病是吧？过来。哎呀，不说狠话不出大奖是吧？刚一，好人做到底，给我直接出皮肤。来了，老弟。啊，不是这样啊，好好好，第一轮而已，但第二轮直接连抽，能不能让我欧一点？哦耶，所有系统全部启动启动启动，还有这个。哎呀，又是提前抽到大奖，今天这么欧，看来这土豪粉丝的号要归我了呀。哎，快看，好像要出皮肤了。是啊，这转盘多动症是吧？有必要多走那一格子吗？太尴尬了。没事啊，还有机会，这第三轮千万别让我大保底就行。我的妈，还真让我大保底呀、啊、让我提前出个皮肤总可以吧？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。哎呀，我刚一，第三轮我都大保底了，这最贵的一轮可真别保底了，行吧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是吧，刚一，到底还让不让人玩了呀？行吧，大保底拿下吾皇猫，目前玄币还剩180多个，那巴扎黑咱们不墨迹单抽了，直接连抽，顺便吸一下屏幕前观众老爷20年欧气。来吧，刚一，让我提前抽到皮肤。哎呀，吸欧气真的有用，第二发就抽到大奖了吗？来吧，给我抽个巴扎黑。我不要我不要。哎，这第一轮而已啊，不着急，第二轮也还可以，提前抽到大奖，能不能给我出个巴扎黑？哎，好像真的出了。杀！操！兄弟们，大事不妙啊，第三轮怎么又给我来个大保底了呢？关键这皮肤居然还是不出，现在我还剩88许愿币，只够再抽4次了。哎，更一保佑，给我出个大奖。出大奖，我抽6次8。哎，不是啊，怎么还不出啊？你倒是给我出一个呀。
完了，兄弟们，这下号没拿到，4000代币也打水漂了。我来，黑手。糖糖，快说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私藏的蛋币？哎，瘦子，你别生气呀，那蛋币我是拿去抽五黄猫盲盒了。五黄猫，这皮肤你不是早就有了吗？其实我是拿去给我的粉丝抽皮肤了。啊！赶紧打开！好家伙，拿我的钱给粉丝抽皮肤，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瘦子，冷静，生气容易更年期呀。少废话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死！